不是阿凡提的色兰吗？啊！亲爱的阿凡提，这色兰不是只有年迈的智者才有可能得到吗？<笑>我们的阿凡提呀，他可是很早就得到了哟。给。哎呀，怎么得到的？给我们讲讲吧。一定有什么故事。讲讲，有什么故事呀？哎，都是陈年往事了。<笑> 叫我阿凡提，那字儿顶阿凡提，生来就是个绝笔记，绝呀绝笔记。骑上小毛驴，我走呀走何方？从南跑到北，从东跑到西，从东跑到西。 从南跑到北，从东跑到西，从东跑到西。来，唱一个嘞！爸爸呀！爸爸，我能参加晚上的舞会吗？哈哈，行啊，当然可以了。 吵死了，大凡迪！啊，你唱的歌声比驴叫还难听。哦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亲爱的八一老爷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您了。道个歉就完了，你的驴叫声跑进我家里，把我的耳朵都污染了，你得赔偿我。赔偿？ 那您想要我怎么赔偿呢？当然是用金币赔偿了，一个，不，两个，不，五个，我要五个金币作为赔偿。好啊，那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把金币给我送过来？哎，不要急嘛，在给您金币之前。 我们还有另外一笔账要算呢。嗯，什么账？八一老爷，您烤羊腿的味道也飘进了我家的天台，污染了我的鼻子，您是不是也要赔偿我几个金币呢？啊，哼，笑话，我的烤羊腿散发的可是，香气，你唱的那是驴叫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八一老爷。 您鼻子坏了吧？您这烤羊腿味道实在是太膻了。哎，胡说！哎，难闻极了，要不你问他们？啊？嗯？啊？
受不了，我要吐不过气了，我都要吐了。No？ 胡说，哪有香味了？你们鼻子都坏了，刚出炉的烤羊腿怎么可能有膻味呢？可我们闻起来就是难闻呢。这味道咬上去肯定也……哎呀，哎，不可能，不信你来尝。啊，阿凡提呀，阿凡提，你是想骗我的烤羊腿是啊？哼，雕虫小技，怎么逃得过我八一老爷的眼睛？阿凡提想吃我的烤羊腿，除非他长了翅膀自己飞到你手里啊。哎，屋顶上有人。嗯，哪儿呢，哪儿呢？八一老爷，您说奇怪不？这烤羊腿竟然长了翅膀，那我就不和您客气了。哇哦！啊，这空气中一下子好像，好像都变得清新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清新，清新。嗯，姑娘去哪儿了？我的八一老爷啊，您没看到那姑娘手握着达瓦兹杆吗？当然是去参加达瓦兹比赛喽。嗯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真是真好看啊！真太棒了！阿凡提，阿凡提，瞧见没？瞧见没？你快看呐！哇哦，精彩！这场面我必须去。我要聚光灯给姑娘加油。啊，你怎么比我还快？吃了会飞的烤羊腿，跑得快哦。嗯，哇，快看呐！哇，这姑娘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哇，好厉害啊！嗯，是啊，好身手，漂亮啊！敢抢我风头！
沙凡尼呀，阿凡尼呀，还有我，这可是多亏了我呀，我，姑娘，这可全是我的功劳。哇，真厉害！原来你就是阿凡提啊！我看到了，是你丢的吧？哎呀，我就知不知道是阿凡提的事啊？阿凡提！不用谢，举手之劳嘛。谁要谢你？哼，要你多管闲事。我刚想使出绝招，就因被你给打断了。是啊，要你阿凡提多管闲事，不是你搅局，今年的冠军，我看一定是咱们这位姑娘的。谁跟你是咱们？你们才是一伙的吧？不，全城人都知道，我八一最讨厌的人就是阿凡提。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伙呢？全城人都……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还赶时间呢，走了。出于礼貌，我还是要向你们说声谢谢，再见。哇哦，这才是我八一一直寻找的姑娘。这是哪家的姑娘？怎么以前就没见过呢？不管是哪家的姑娘，你也高攀不起。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，那布料。要是我能娶到这位富家小姐，那边，那边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那么大声音？是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救命啊！小心呐！快来人！救命啊！又见面了，你报告了没有？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的孩子，谢谢你们，太感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喂。抱歉，忘了姑娘还躺着呢。我真是了不起，阿凡提，姑娘，实在是抱歉，这个。又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不然又得惹出麻烦来。啊？那个，你帮我应付一下他们吧。啊！太了不起了，阿凡提先生啊！
哇，那个姑娘又上房了，太厉害了！阿凡提，哇，阿凡提，哇，阿凡提，了不起啊！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清一色的八一老爷倒霉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的首饰店，我的金铺都毁了。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心肝都没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女儿，开门呐！怎么办呀？再不开门，我就叫管家来开门了。什么事呀，爸爸？我带了刚出炉的巴哈利，你要吃吗？不，不用了，我不饿。胡闹！一整天都关在里面，不吃不喝，怎么会不饿呢？快开门吧！哎呀呀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小姐，你可总算回来了。学你的声音，我实在是很有压力呀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哎呀，我亲手做的巴哈利，再不吃就凉了。哎，巴哈利，我要吃。嗯，真好吃。嗯，你刚才不是说不饿吗？嗯。这个吗，老爸，你做的东西最好吃了。这门一开呀，香气扑鼻，顿时我就感到饿了。嘿，我就知道你爱吃。哎呀，小姐啊，你可别再乱跑了，老这么提心吊胆的，你看我都瘦了。你多吃点补补。小姐，你又要出去啊？对呀，晚上的节日舞会，我怎么能错过嘛？你觉得穿这身去漂亮吗？漂亮漂亮，但是被老爷发现了可怎么办呀？不会啦，你那么厉害。这倒也是。哎，小姐，你发什么呆呀？是不是白天碰到什么好事了？哪有啊。啊，不对吧，我看你一定是遇到什么人了。哎呀，白天遇到了个傻子。阿凡提，你真的看到塌方的地坑里有人？觉着像，不过没太看清楚。这么说果然是被偷了。这应该还不能确定吧。哼，我后来让人在塌方的地方挖了半天，发现我的宝贝都没了。这么说的话，我八一挖地三尺也要把偷我东西的人给找出来。阿凡提，来来来，唱歌唱歌。没心情。哎，来来来，别被上午的事儿坏了心情，跳舞跳舞。没兴趣。反正遭殃的只有八一老爷。哎，难道是被早上遇见的姑娘迷住了？啊，快看，那不就是吗？哎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还是想想我的那些珠宝吧。哎，来吧，老弟，不去。来吧，哎，来嘛，跳舞怎么能去了阿凡提呀？不去。傻坐在这儿干嘛？跳舞啊！哎呀，我都说了没心情，没兴趣。哦，但跳舞当然要去了。
哎，八一老爷，你不去跳舞？啊？什么什么？你知道我的宝贝在哪儿？见多识广，那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呢？还行吧，去过一些。那你见过大海吗？这还真没有。听说大海没有边际，像星空一样浩瀚，真想亲眼去看一看。虽然大海我没有去过，不过关于星空的事情嘛，我倒是知道一些。哦，那城里的观星台你肯定常去了。见倒是常见，但是去嘛。哎，别愣着，跟上。来了。哎，我恐高啊。快点快点。当心注意脚下。能慢点吗？这怎么过得去啊？你看，这不是过来了吗？那就是这里啦。怎么样，这里风景不错吧？哇哦，美！哎呦，美个头啦！看这边，在这里看葡萄城，真美呀！顾立先，啊，你的打瓦兹杆断了，我能做一支新的送给你吗？啊，你还有这本事？好啊。那明天中午我们约在这里见面。嗯。哎呀，糟了，竟然这么晚了，我得赶紧回家。啊。哎，顾立先，怎么了？明天中午。不见不散。终于完成了。
阿凡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缺水了，蓄水池已经快要见底了。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谁知道呢？水务官哈兹已经查过了，整个卡尔井都没水了。他还说剩下的水撑不了几天了。走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哎，最近事儿可真多呀，又是断水，又是坍塌。什么？你说断水和坍塌有关联？哎，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这么说了？你别老听风就是雨的，行不行啊？蹊跷，果然蹊跷，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。大家别急，千万不要慌，问题总会解决的。阿凡提，快来！啊，谢谢，谢谢。长老、水务官，两位好。啊，好。阿凡提，事情都听说了吧？啊，是啊。我们正为这事儿发愁呢。查出原因了吗，水务官？啊，用不着客气，叫我哈斯就行。蓄水池突然断水，我猜想可能是哪儿堵上了吧。长老啊，什么时候有水啊？有什么时候有水啊？这到底怎么办呢？我的各位各位，身为水务官，胡头城断水我责无旁贷，大家放心，我这就出发去查明原因。事关每个人，要不我们跟你一起去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去，各位，一起去。现在情况还不清楚，去这么多人也没用啊。要不，哈兹，你带上阿凡提一起去吧，他的点子比较多。啊，哎，我看就不用了吧。对对对，对呀，好，带上阿凡提吧，带上阿凡提，阿凡提，出发吧。水务官，阿凡提，你们赶紧出发吧。是啊，早点把水找回来。救救我们，我们快渴了，快点啊。好吧，对呀，水了，一起去吧，赶紧找水，赶紧去呀。阿凡提需要我们就赶紧传个话。是啊是啊，哈兹，阿凡提，这重任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嗯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嗯，长老您放心，如果我们没有回来，您就赶紧和大家带上剩下的水，赶往核桃城。哎，快去，快回去，快去，快回去！阿凡提，我们这么走，你不觉得慢吗？不要着急，坐骑会有的，水也会有的。阿凡提，等等我！我给你们一起去。能？哦，厉害呀！亲爱的八一老爷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并不是去游山玩水。您要还想回去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葡萄城有难，我八一难道能坐视不管吗？哼，八一老爷还真是热心肠啊。这次坍塌断水接连发生，又封我家失窃，我觉得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。哎呀，什么都逃不过八一老爷的眼睛。那当然，再说你看我现在还回得去吗？八一老爷，您的骆驼跑起来还真快。
这一路还挺顺畅啊。好在天气还不错嘛。至少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吓了我一大跳，原来是一头愚蠢的野驴子。走了走了。哎，阿凡提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得把他救出来。救他？我们哪有这闲工夫？说得对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哎，毕竟是一条性命，怎能忍心见死不救？哼，就你多事儿。随便你。哎呀，还是躺着舒服。骆驼，我的骆驼！哎呦！快回来！阿凡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非要救这头蠢驴，我的骆驼就不会跑掉。我的宝贝骆驼，我那一座金山也换不回的骆驼呀！哎呀呀呀！我的八一老爷。用你的三匹骆驼换这一头毛驴可不亏呀、啊！要知道，这可是一头宝驴。我八一骑过宝马，见过宝刀，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宝驴。阿凡提，你这张嘴还真是什么都说得出来。这么说，你是不信喽？喏。我刚才远远听到这毛驴的叫声，就知道它非同一般。你看，它的眼泪可是能化成宝石的。你说，是不是头宝驴？真的假的？你说呢？等它长大了，我让它拉金币给你看。就带这些够了，哈兹，走了，我们上路。好，上路上路。你们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。我不管，我得骑他上路。你们背行李。听到水流声了，感觉水源就在附近。走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。快看。这雀眼里的水都流到哪里去了？那边，快过去看看。瞧，这些水流的方向被人为改道了。该死，究竟是谁干的？走，我们摸进去看看。想来生不善的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是，跑啊！给我老实点！跑！给我追，抓到他们重重又赏！是，快跑这边！跑不动了！跑不动，那你就别跑了呗！呸！人呢？在哪儿了？哪儿去了？追！快找！听到了吗？跑！
你人都走了，还赖在上面干嘛？哎呀，我的八一老爷，天天吃着上等的烤羊腿，这体格就是棒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，真下惨了！太好了，总算抓到了，可以回去领赏喽。哎，你领什么赏？明明是他先抓住我的。就是就是，明明是我先抓到的。胡说，明明是我先抓住的。是我，是我，我先抓住的。哎，别争了，别争了。这样吧，我往左边扔一枚金币，同时朝右边也扔一枚金币，你们谁先捡到金币回来，我就承认是谁抓住我的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嘿，还不赶紧。出口，快。总算跑出来了。哈兹呢？对呀，他人呢？不是一直在我身后的吗？得去找他，不然凶多吉少。喂，你去哪儿？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，你们哪儿也别想去。跑啊，你倒是跑啊。这下可糟了。喂，找到你们还真不容易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快离开这儿，危险。我还愁碰不到个猎手的呢。冲我来，接招啊。你还是梦里去练吧。速战速决，你们一块上吧。阿凡提，你言而无信。这个，说好的达瓦兹干呢？说好的不见不散呢？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哎呀，快看，这不就是我金铺里失窃的手环吗？阿凡提，看呐，上面还刻着我家的印记呢。阿凡提，这么看来，嘘，别出声。快，兄弟们就在前面。哪儿呢？要不突然来个女的，咱们别废话，干掉了。这次我们人这么多，还怕他啥？就是，快，我们快撤，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说。走吧。水源了吗？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阿凡提，醒醒啊！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不知道哈兹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看凶多吉少啊！阿凡提，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断水的事情查清楚了，你们赶紧回城送信，多带一些帮手来疏通水源。对，我们先回去找帮手。那你呢？我得再潜回去查探一个究竟，搞清楚这伙人到底在干嘛。
是是是，关键还要找回我家的宝贝。就凭你一个人，这两下子？嗯，别呀，阿凡提，这帮歹人一看就是杀人不眨眼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更得回去一探究竟了。没头没脑的就带着老百姓们闯进去，这怎么行？况且，我还得去找八一老爷家的宝贝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得跟你一起去。这，哎呀呀，我说，我的八一老爷要赶着回城报信，这一路才更为艰巨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阿凡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？哎。哎呀呀呀，不行不行啊，就他那两下子根本保护不了你啊，九死一生啊。让八一赶紧骑着毛驴回去报信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就这么定了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把毛驴给八一啊？果然是一头宝驴啊。那天我晚到了一会儿，你人呢？我可没见到你人影啊。因为当时……难道你等我一会儿都不愿意吗？是说好不见不散的，我可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。那天小姐又要出门呢，我很快就回来，帮我顶着点啊。一个女孩子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成天就想着溜出去瞎晃，像个野小子一样，这样还嫁得出去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作为大户人家的小姐不准随便抛头露面，你今天休想给我溜出去。怎么办怎么办？小姐，你今天这是要干嘛？有了。老爷好。好好。又胖了，这饭量都赶上我们全家了。糟了糟了，要迟到了。人家好不容易溜出来，结果你又不在，后来才听说你出了城。哎，这事儿我做的的确不够周全，不过这个我可没忘啊。瞧，这是我送你的达瓦兹干。这是达瓦兹干。嘿嘿，快来试试看。坏了，跟你人一样不靠谱。这杆子确实跟我人一样，不过不是不靠谱，而是什么都能应付的多面手。有了它，无论达瓦兹的绳索多高多长，我都不会再担心了。你没见过这么夸自己的。几个人都抓不住啊！大王，兄弟们还在搜山呢，一定把他们找出来。还搜什么山？人家都跑回去报信了，赶紧派一队人马给我追回来，其余的人守住洞口。是是是，大王。
别磨磨蹭蹭的。大王可说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要是再不把他们找出来，我们都得掉脑袋。是是是是是，你们几个把这个洞口给我守好了，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跑了。一旦有什么动静，赶紧报信，听到没有？是是是是。这么多人把守，看来我们只能硬闯了。别急，我还知道另一条路。哎，阿凡提，你怎么知道这是入口？因为我聪明呗，穿过泉眼，逆流而上，一定能潜进去。你担心我了？哼，臭妹，担心你？我是担心你拖我后腿。这是哪儿啊？看那里，好像有动静。哎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你们这群懒鬼，还不快给我出来干活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这也太离谱了！阿凡提，你快看，哈兹，走，我们找他去。副古城地图，荣耀之地，黄金之城。原来这是……你懂得还真不少啊！这是古波斯语。阿凡提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是是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是啊，我和你们走散之后就东躲西藏找出口。看这儿啊，我刚发现这幅壁画像是古城的地图。这下明白了，他们原来在偷挖古城的宝藏。你怎么知道？玄机都在这里。什么情况？哈兹，我们别管这个了，先逃出去再说。等等，你还没说完，这壁画上到底写的什么？只不过是一些古波斯语。阿凡提。怎么了，哈兹？我就是好奇，什么是古波斯语呀？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你想学，回头我教你。读完了再走嘛，不差这一会儿嘛。难道你觉得这壁画上的内容比我们的命还重要？这集市坍塌，葡萄成断水，这
该不会都与你有关吧？阿凡提，你说什么呀？哈兹怎么会和盗贼扯上关系？你不会和他们是一伙儿的吧？你在说什么，阿凡提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大巴扎塌方那天，所有人见到八一大哭都感到莫名其妙，只有你见状后不闻不问，急匆匆地离开现场，因为你很清楚这是一起人为造成的事故，背后的真相就是这伙盗贼为偷八一家的珠宝铺，不小心挖塌了地道。是危机爆发时，大家都纷纷要求和你一起出城寻找原因，希望能尽早找回水源，而你却以水务官的身份推三阻四，其实是怕有外人掺和进来，发现你们不顾百姓安危挖断水源的秘密。路上无缘无故跑掉的骆驼，我猜也是你趁八一打盹时偷偷放跑的吧。还有当这伙盗贼遭遇我们时竟然愣了半天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是因为他们一时搞不清与你同行的人是敌是友，之后你假装害怕退缩到我和八一身后，为的就是瞒过我们的视线，向同伙做出抓人的手势。当我和八一逃离后，你肯定猜到我们会火速赶回去搬救兵，这对于你们来说也就意味着找出这里秘密的时间所剩不多。哈兹，我希望这些猜测全都是错的，你现在跟我回去，一切还都来得及。啊，精彩，几乎全中。不过这次你们是回不去了。你想干嘛？不愧是阿凡提，都被你猜中了。不过骆驼逃跑跟我没关系，对我来说那是个惊喜，是惊喜。阿凡提，快告诉我宝藏在哪儿，说出来给你一条生路。啊，要不我们坐下来沏壶茯茶慢慢聊。我说阿凡提，你吓傻了吧？赶紧说，要不既然想从我这儿打听宝藏的下落，难道不应该更客气点吗？你敢伤他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宝藏。你最好弄清楚这里谁是老大，我的耐心是很有限的，再给你一个求生的机会，其实没有你们我照样可以找到宝藏。哦，那你动手好了。那我动手了。有种来啊。来了。来呀。阿凡提，有种，我喜欢。老弟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一起合作吧，一定大有可为的。只要你帮我找到宝藏，你的那份兄弟好说好说。那水源呢？哎呀，那就不是个事儿。等大功告成，你我远走高飞，荣华富贵；不达成，就算变成荒漠，与你我何干啊？阿凡提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。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，你差不多说服了我。啊？不过，宝藏到手后，我到底能拿几成？阿凡提，该不是你的缓兵之计吧？我阿凡提言出必行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阿凡提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哎呀，哈兹，帮我拉开他，拉开他。是。哎呀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吧！哎呀！不好意思，闹成这个样子。哈兹，其实我和这姑娘的关系，您看。
阿凡提呀、啊！我懂，我懂。走。阿凡提老弟，早知道你我志趣相投，可以共事，我还费那么大精力瞎挖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帮蠢货把葡萄城的水源挖断，搞得一团糟，到现在我气还没消呢。哎呀呀呀，当初我也不知道哈兹大人还有这么一番宏图大业呀、啊！要知道的话，还不早就跟着你一起干了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既然已经是盗宝团的首领了，又何必屈尊去做什么小小官员呢？老弟、啊、这你就不懂了、哦、官虽小，可我是水务官、哦、无论在哪儿挖都没有人欢迎我、哦、高明啊，高明啊。啊，你说我高明，我也觉得我挺高明的。盯紧他们，必要时。哦。三天老弟，宝藏到底在哪儿？莫非你耍我？嗯，那儿。啊，湖里？这是遗址中心，我们早就搜过了。那你们在湖底就没发现什么？湖水深不可测，根本没人能下到湖底。那说明你们的方法不对。现在听我的。这个人工湖既是蓄水机关，也是排水机关。从刚刚那幅地图上的暗示来看，只要按照规律调整山洞中水道的布局和走向，就能触发机关，将水急速排出。心急嘛，让我来。姑娘，你可是有福气，跟着阿凡提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哎，看着星图，阿凡提你能搞定吗？关于星空的事情嘛，我倒是知道一些。哇，这么快！阿凡提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欲慕天恩者，当与天之言，悟天之意，行天之道。
耍什么花样。哎呀，阿凡提老弟厉害呀，厉害呀！当初我留他一命，果然是明智之举。大王英明，大王英明！阿凡提，这回换我来，凭我多年挖宝的经验，我猜只要一拉着圆环，门就开了。哎！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快看，上边有字。上面写的什么？快读出来！快！稳如磐石，静如止水，虔诚之心定得上天庇护。世事变化啊！啊！啊！大家赶紧，都别出声！你想干嘛？都给我安静点，要不都得完蛋。那也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。大家都安静点，谁再出声，我就让他永远没机会吭声。阿凡提，幸亏听了你的话，要不然这道门是过不去了。小把戏而已，谜底就是宁静。啊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墙上的尖刺在这沙漏静止之前都会随着声音的大小而变化，声音越响，推进的速度就越快，一旦闯入者惊慌失措大喊大叫，那只有一个结果，通通都得被戳成筛子。没错吧，聪明的阿凡提？原来姑娘这么冰雪聪明。阿凡提老弟，你果然眼光独到啊！谁稀罕他？心之所向，路之所往，徘徊歧路，空无一物。凭我多年挖宝的经验，我猜只要选对了圆盘，门就能打开。要黄金，要黄金，要黄金，黄金，黄金，应该选金色的圆盘。我们要金的，老大，黄金。这一次可不那么简单，有蹊跷，有蹊跷。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这道谜题是行天之道，表面上是问你想要什么，实际上是在考验人心。越是贪婪的人，越是什么都得不到嘛。哦，这么说来，我也认为应该选青铜圆盘。哎呀，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我啊！我亲爱的哈兹，上一道机关你险些丢了性命，这一次如果你还不听我的，兄弟们得不到宝藏，我可不负责哦。是啊，是啊，有道理啊！是啊，那倒有道理，该拿哪个了？对呀，到底要哪个呀？阿凡提老弟，瞧你说的，我们是好搭档嘛，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聪明透顶啊！黄金、宝石，我的宝贝，我来了！哎呀，哎哦！你笑什么？你们两个再不去，宝贝可都被你们的那帮兄弟分完喽！哗啦啦，哗啦啦，金币相撞的声音是多么的悦耳啊！不行，我们一进去你们就逃跑了，大王饶不了我们。哎呦，我跑什么跑啊，这宝藏还有我一份呢。
我可得跟着你们的哈兹大人领赏啊。你们不跑？不跑，不跑。黄金宝石，快躲过来，我先帮你把绳子解开，之前我都是装的，回头我慢慢解释。哈哈，哈兹大人果然英明，早就让我们盯紧你了。哎呦，就知道你小子不老实，早就看你不顺眼，这就给你好好顺顺。你今天别想活着从这出去了。慢慢慢，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都要踏进坟墓的人了，能留句遗言吗？说，古立仙，你快逃啊！还逃什么呀？你们两个都得。谁让你信？把我蒙在鼓里，自己一个人逞强，这是个傻子。快逃，机关就要触发了。机关，我完全骗取了哈兹的信任，然后在最后一个关键的选择上，我骗他选了青铜圆盘，触发了宝库的自毁机关。第三道谜题是考验人心的，难道是在骗他？考验人心是不错，但真正行天之道是要让人直面内心欲望，想要黄金又故意选青铜，那是在欺骗上天。阿凡提，快！地图就在我脑子里，我知道怎么出去。一会儿跟紧我，往那儿跑！那里，快接近出口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好啊，赶紧想，不然桥可塌干净了。赶紧走达瓦兹。千万别往下看，你闭上眼睛，用心去体会身体在绳子上的感觉。我在你身后扶着，你只要抓紧达瓦兹杆，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。好。
就这样，用心去感受。感觉到了什么？感觉后面有动静。稳住，没事，别回头，集中精神，我就在你的身后，这就对了。这下真得用心走了。姑娘，我找的是阿凡提，你给我让开，我留你一条活路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为什么就见不得我拿到宝藏？为什么一定要碍我的事儿？这一切与宝藏无关，都是为了葡萄城的百姓。说的真是冠冕堂皇。姑娘，相信我，所有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。阿凡提就不是。哼，那是因为他蠢。
绳索多高多长，我都不会替你担心了。古立仙，醒醒啊！古立仙，醒醒啊！醒醒啊！我还想带你一起去看大海呢。看海？你终于醒了。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我一定带你去。别睡啊，我们一起去看海，醒一醒啊，千万别睡啊。古立仙，古立仙，古立仙，我们走都找你半天了，长老正等着授予你色兰呢，别磨蹭了，快点吧。是啊，大姑啊，是啊，长老，长老，每一顶色兰都是由无数条线编织而成的，这一条条线就好像人生中每一个帮助过我、影响过我的人，是他，还有八一、长老、小毛驴，甚至哈兹，是这些人才成就了现在的我。他们都是阿凡提故事的一部分，如一条条丝线般编织汇聚成了这顶色兰，而他，无疑是这些丝线中最耀眼的一条。为了让自己真正配得上这顶象征智者荣誉的色兰，我决定游历，去更广阔的世界磨砺自己。你们哭个什么劲儿啊？古立仙，哎呀，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去看海。
毛驴，小毛驴，有个倔脾气，倔脾气，叫他往东不往东，叫他朝南的偏向西，叫他朝南的偏，他偏，他偏向西，哈哈，他偏向西。不怪怪不怪，你说气不气，气不气，别看我的毛驴倔，我和他倒挺对脾气，我和他倒挺对脾气，倒挺对脾气，嘿嘿，倒挺对脾气。本体，那字儿的啊，本体。